咱有这个福气来台湾出世，咱一定爱好好啊来照顾这块土地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啊。种做囡仔在咧种啊，种田在我的想法，唔是好耍啊，是一种使命。污染甲天气拢是影响着咱种田作物收成的足大的因素之一啦。较严重的就是高污染嘛，较早的人无这种意识啊，迄、那个物件会毒死人啊未？啊是讲对环境有啥物番影响？你若污染到了后，政府甲你检测，伊一定拢甲你收掉去啦。咱地球就是一直乱化，一直乱化，这对植物来讲，当然是有迄个影响啊。就是讲时间也未到，伊就咧成熟，所以伊的结果率拢歹。咱即马种田哦，要靠这来生活，迄无法度通讲。咱有这个福气来台湾出世，咱一定爱好好来照顾这块土地。咱大家拢在用心来计较，讲要安怎让这个土地会当安尼保持永永远远拢安遮清净，这就是我的心愿啊。气候的变迁所对环境造成的影响，已经是大家都感受到了。比如说，我们这里的农民。因为气候变成导致影响到它收成，其实农民都觉得无可奈何。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改变这个气候。早期哈，彰化这里哈，电镀厂特别多，那他们都是违法排放这个废水，那废水里面含有很强的重金属，它的污染土地是全台湾最多的。政府它其实是有进行整治。整治完之后，有些会复发嘛，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太阳能的深色。我们希望为这里的农民活化他们的土地，不耕作的时候来做绿电来发电，因为让土地休息是对土地最好的保护。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，农民他是反对光电的，他觉得我这一辈子我就是靠这块土地来养活我全家人，结果等我老了，我竟然把它拿去种电。有时候去拜访地主，可能就觉得啊，我不要啦，你们都回去啦。后来你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思考，真的我们可以体会。所以我们坚持不砍树，土地一律不铺水泥，铺水泥的话他没办法呼吸。我们希望地主把土地交给我们，我们身为比他更了解这块土地，更爱他。二十年后我们把这块土地交给农民，他变得更不一样了，变得更健康。除此之外，别人都差不多只盖1.5米高或是2米高，我们盖到3米5高，以再生跟公益为主轴。我们打造多元的一个场域，我们这里所有的空间的使用都是免费的，免费的咖啡，免费的茶。我们希望农民在这里顺产的时候，热了渴了都可以进来这里休息，还有小孩子的玩耍区，那他会感受到这块土地跟他之间其实是密不可分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定期会举办环保意识的活动，透过这里现场做出来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再去转卖，所得到的钱我们就是捐给家福中心。那我们晚上这里就是点灯，让这个地方看起来特别亮。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进驻，环境变美了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其实太阳光电跟我的生活上连结在一起，而且是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无形之中唤起大家对环境的一个重视。绿能认真讲嘛是一个很好的选项，因为光电是袂污染土地啦，啊，伊做这安尼是环境会当保持，佮会当予人去行踏，予人感觉讲有心咧经营就对啦。污染土地做光电了后，伊无污染源啦。给咱整治了，给咱健康起来，啊，咱再来种植，安尼就比较较放心啦。让土地当安尼永续经营，啊，尽到一个企业的责任啦。
我的评价是不错，老师怕成绩讲假。现在，我们总共有三块土地，一年的发电量差不多900,000度，提供给家庭用户的差不多2500户左右，减少碳排452吨。再来，我们现在有绿电凭证交易的富威电力这家子公司，那我们就是希望引领业者对这块土地、对这个产业，真的是跟人民的声音、人民的期许站在一起。这个地球要好，不是只有靠太阳能盖光电这一件事情，是靠所有的人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爱护地球，为我们这个环境尽一份心力。